今日同大家开箱一间海边嘅梦幻 villa， 屋入面嘅配置奢华，兼有环回海景，随时踏出屋企门口都可以同爱侣漫步沙滩，每日嘅生活都好似度假咁享受噶。坐落喺青山湾嘅低密度住宅项目津裕，设有22栋海景大宅。发展商保利置业而家压轴推售最后几栋设有独立门牌嘅洋房。入屋双层挑高玄关，楼底超过7米，彰显5000尺豪宅独特气派。900尺客饭厅喺香港新盘市场可以话系绝无仅有，单港长度已经超过12米。大型家私中意点买点摆都冇烦恼啦。客饭厅外连私人花园，建筑师为咗引景入屋，选用大块落地玻璃门，令视觉享受更上一层楼。物料选用 IGU 双层玻璃，隔热又隔音。津裕呢个单位将玻璃元素玩得好刁钻，地下呢层有个三面玻璃构成嘅空间，建筑设计同埋自然无缝连接。听讲有唔少富豪都会将呢个空间装修成为宴会厅款待客人，展示生活格调。玻璃房隔离就是厨房，三边工作台，邀请名厨团队上门献技，处理任何食材都绰绰有余。提到手艺，不得不提家电配置，美国顶级品牌煮食炉同埋抽油烟机，矜贵在唔止 100% made in USA。仲是由专业工匠全人手打造，同栋楼一样咁独一无二啊！发展商对建筑细节精心雕琢，心思隐藏喺啲睇唔见嘅地方。厨房墙身瓷砖同埋地砖一律添加防菌涂层，保障住户每个家庭成员健康。一楼同二楼夹埋有5间睡房，最细都过百尺。空间宽敞明亮，全部都设有独立套厕，俾每个家人按照自己嘅步伐节奏愉快生活。主人套房占地超过700尺，等同坊间普通新盘一间三房单位。日后度身订造专属寝室，有无尽设计方案可以考虑，空间布局毫无掣肘，外连312尺户外平台，随时细尝海洋嘅魅力。碧海蓝天呢个词语最适合就是用嚟形容呢个主人套房啦。抬头望上天窗，私人泳池同埋天空两种景观尽收眼底。如果想享受翻独处时光嘅话咧，只要启用电控雾化功能遮蔽咗佢就得啦。欣赏连绵银滩嘅最佳位置就是上多一层，去到视野广阔嘅天台。呢个度假式生活空间面积超过1100尺，满足晒一家人嘅玩乐需求。在天台約18米长的五星级泳池，特設水底蓝牙音响，音乐声效尽在住户掌握之中。这么大间屋，很多时家庭成员都有老有嫩，有部电梯上落就更加方便了。津裕这个电梯可以由天台直接落到去车库，没什么哪几个楼盘可以做到的。住在远离繁嚣的大宅，不代表要与世隔绝的。住户从私人车库出车，无论是去港九商业核心区，定还是往来大湾区，都相当便捷。而家就同大家一起感受一下。津裕比邻青山公路，道路网络联通港九新界，去香港的核心商业区，车程基本上是半个钟内的事。随住屯赤隧道和西部通道近年先后通车，进一步拉近屋苑和交通枢纽的距离，往来大湾区就更加方便了。现在驾车只需要大约35分钟就可以到深圳湾口岸轻松过关，尽享粤港澳大湾区优势。今次就由津裕去到关口了，我现在就去玩了，拜拜。